小玉，他是二狗，他是三狗，那个是四狗，趴这个是五狗啊。我们终于先到了营口了，马上还有5-6公里就进营口市了啊！终于回来，日夜兼程，真是不容易啊！我听说果冻回营口啊，还给他准备了什么迎接仪式，搞得这么隆重，咱要看看啊！我到了营口呢，我肯定要玩两天的，因为营口靠海边嘛，我准备在这吃两天，蹭两天海鲜吃，必须狠狠地宰他两天，哈哈！是不是二狗有海鲜吃喽？啊，马上就要进了，其实我心情也挺激动的，回到东北了，就感觉回到东北就跟回到家了一样，你们知道吗？激动，开心，耶！我们到了啊，你看，来，我，哎呦，谢谢，还有我的呢，谢谢，你好，小明哥，你好，小明哥，谢谢，哇，还有我还有花呢，搞这么隆重，哎呀，谢谢。谢谢，营口月好不好？好，太热情了，我都没想到我还有花。妹，这个还是简单的，简单的没想到我也能收着花，营口人太热情了，欢迎仪式结束了啊，然后我们走的时候，我惊奇的发现居然还有车队，一排车，那么好多车，有面儿啊，果冻，我这一看，没，行啊，我是头一次见这阵仗。看，行，你这前面的车吧，啊，后面的，哎呀，看后面的一溜，看到了没有？车镜子里面，后视镜，你看后面那一溜全是，没事，真是有排面儿啊。我营口第一顿啊，茂森烤肉。后面我就要开吃了，就不跟你们拍了，我要享受我的快乐的美食之旅了。